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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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我也血挖了血四还 OK 下，不吗？错。还有半条血，还活得好不好是的，不还活得是，好好的。一颗金苹果，但你直接副手就拿那个复活，这剧毒会死人啊！好，我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。这个剧毒没不了会是不是？没死了人是不是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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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滴血。OK。哦，我等下再补。好。哎，我的可以，有家里的那个、啊、绿宝石可以拿去买那个买窟窿放核心。有人有人，危险！小狐狸，小狐狸不要走，一个就好。一下没有了，气就封印了。干脆不要买盾了好了，盾没什么机会举不太到啊。难过，中间很难举。不行啊，那你要举起来，你不要不举啊！我每天都举着啊，每天都举着。很硬朗吗？这个盾非常大，很硬朗，先不好举。很棒！哎、欸，左边哦，左边啊！继续来，继续中间。我们左边有人入侵哦，左边有人入侵哦，左边好多人，左边好多人，先。祭司在中间。对，他们其实没装备的。了无敌。祭司在中间。下去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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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他赶回去了。好。很疼。哎，他怎么漂移？哇！他在玩赛车啊，他超漂的。有往家里有，往家里有，往家里，家里有人。中间，家里有人。这是什么中了？给打，给打，不给打。他中间啊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不要靠近中间，不要靠近中间，不要靠近中间，小心哦！我用了四颗蛋蛋，三颗给自己中毒。死了！哇，你这招猛啊！这是我的保命啊！不然又要来了啊！不然我锁在这里了。风暴！我真站回来！哎，那个力量岛。力量岛需要核心。哎、欸，他们的祭司我来了，在中间。啊，我们先补补力量。祭司在中间哦，可以。对。想办法抓他。好。他走回去了。他退了，他看到我绕路。单挑打不了祭司。他掉下来了。死了，小狐狸死了。啊。这很容易往下掉。哎、欸。嗯。OK， 暂且是我们的。好。祭司又来了，中间。我们的右边加分岛都没了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，从中间跳右边呐，坏人！哇，这我们核心被挖走一堆，好，我去补，就这家伙坏坏，哇，直接从这边跳过来哦，对他直接跳，他从中间跳过来，这里要加巨臂才行啊，没有，他是侧面跳啊，哦，侧面这边跳啊，哇，家里被入侵了哦。可以了，那边要有防守的，两边加巨兵应该可以。哎、欸，力量岛也没有，力量岛好，力量岛优先。巨毒山也太久了吧，作者？怎么？你用到那个疯狂岛？没有，家里面的家里的那个家里的女巫，那个不如归去吧。真的，你去跳个楼啊！一堆人哦。可不可以帮我买个巨币啊？两个巨币啊！那个斜跳应该也没办法。因为两边刚好会把这个这边整个封住啊。分数岛没有哦，记得捡他们家的卢比、嗯。你们家里弄一下，我前往他们家看看。他们的那个，他们都在中间哦。两个巨币，他们的王汪汪，你有带巨币来？我带巨币，好，我去拿巨币。完了，没有，我换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不拿巨币。哎呀，那个，然后再盖巨币，再盖巨币，还缺一个。有，我买了。中间需要帮忙吗？中间就是他们的王，他们几只都躲在中间。放人，这边，右边。我们家右边，这边，小雨另外一边，力量快没了，力量快没了，兴奋，好痛啊！看到我吗？感谢小鱼会员。好的，这里，这个，前面是？对，这个僵尸来了，小僵尸来了，中间。跳回来，哎，这边，干掉，没事，这僵尸边就收起来了。家里上面有人哦，家里上面，巨壁上面有一个人，两个，他从那个跳上去。你看好聪明哦！下来，
有弓箭吗？他跳下来了，他跳下去，没买没买，还是我前面这边也在封一个。那个战神，战神又来，圣诞节阿基啊，真的，战神有了，好，巧克力要换刀子吗？好啊，哎。他们一直从这一个跳，我全部都要。哎呦，你有听到？你有听到？哎、啊，你的就封二而已哦，封四啊。哎、欸，嗯，那吸错了，捡错接人了。你的就封二了，在你身上。刚刚两把都吸到你身上了。没有啊，还是被谁吸走了？是不是你？哦，我没有。哦，心姐、哦、又不在我身上了。没有啊。哦，敌人拿了，敌人前线拿了，前线拿了，僵尸来！这什么魔术？我不知道。前线拿了，再给你一把，有风山，风山。狐狸，左边来一只，他这只很强。左边来一只要挖核心，对，他到家里了。中间有一个小狐狸，就好，哎，上面上左边回家，左边来一只，家里核心。家里核心，救命！家里核心，他的剑是有燃烧。我们有保命招了啊！有干掉了，好，不用进来，会毒。你看这块牛排，我看这是我最早的那把风二的燃烧，我放箱子。啊，好毒哦！你赶紧死一死啊！我讲真的。好啊，直接去岩浆烧一烧吧。死一死啊，死一死啊！我活了，活了。你跑出来西瓜岛这里补血啊？有多的结晶帮我。哎，要来了。哇！跳 GB， 家里面还有，来了，我还堵他了。跳 GB， 跳一跳就掉到里面去，这是很会跳、啊。跑进去了，没事。他在挖，哇！在哪里？没事。要补一个、哦，两装，好弄好。哦，两个分数要补两个。我来了。哎，分数我刚刚补了。怎么成为会员？花钱啊！哎，成为龙鳞会员，一个75块，成为龙鳞会员，哎，谢谢装备。他们进士来了，他们进士在我们家。有看到，打他扁他揍他，走回去，跑去中间。啊，我掉下去了，没追到，不追了，他不追，他跑走了，弄他，他跑回家了，要怎么走？我看到路，我们家右边有一个。那个准备看一下祭司在哪里，准备看一下对方祭司在哪。嗯，祭司跑到他们家，我跑到他们家了。左边来两只，我们左边有人哦。左边祭司忙，祭司在他们家门口。挖到核心，挖到核心。好，我靠！祭司在他们家门口。右边你要补分哦。中间，祭司中间。祭司想回家，我从家里堵他。这是什么鬼神器呀？来了，我掉下去了，不行。没人，我摔死了，太多了，太里面，打不到，去，可惜，我应该慢一点去打他的，等他血变更少。多的什么？没有发光效果。他刚死掉的多装备你有没有拿到？有，箱子里。给我一下，箱子里也有。谢，杰克的皮都喷了。跳台又来了，等下再打回来。跳台的又来了。啊，没事，他跳下去下面，他烫死。哎，游泳死掉了！你就在上面看着他，一上来就把他打下去。不是，我在中间，我看到他跑过去。妈妈说不可以，那就不可以啊！太着急了。哎，好多人。衣服。他掉下去。讲。好的。这丢宝咱不手软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凶巴巴。对面开始赌博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绿宝石那边的小核心也要补哦。绿宝石啊，被打了一下。绿宝石跟右边还有一个分数的。哎、欸，家里左边。好，我先去补。好。好，我补好了，家里左边的我补好了。好，右边我也补了。什么？他们都喜欢拿双剑、欸。有加持吧？看起来比较帅吗？加他。这是外观重于一切。我撑十秒。我买到、哦，你们撑一下、哦。是过年新气。祭司从左边来哦。祭司在左边的桥上面，左边桥上面。对，祭司从左边来。哦。所以，因为你在哪？右边的绿宝石还在。我在祭司在左边哦，巨壁上。祭司吗？对，在石英桥上。他直接从左边过来了。我们堵祭司后面的路。哎、欸，啊，可惜，别跑掉了。
要跑！我还在追他，我还在追他，我也在追，我在追，我在追后面。哎、欸！啊！砍他！有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没有，撤退，撤退，左边两个分数岛没有，巧克力撤退了。好，撤退了，撤退了，捡魔石。嗯，我捡到，都捡到了。为什么？好缓，好缓，有有有，没事没事，都退回来，都退回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我抓到好多小蓝人跟小红人。喂、哦欸，有人直接打把扣杀死了。哦，哦他祭司生气气回来吧，回来抢东西啊！他在看庄啊，他在烫，打他打他，再干掉他一次就好了。我也在里面跟他烫。有一只人，他跳走了，一直来家里啊、他在给我出片。这个他给他跑掉了，等一下，那个一下，他跑掉了，还在中间这边，中间呢、啊？哦，又死了！哇哦，对面自己是谁啊？想过来抢装，结果又被吃掉一次。对啊，我都已经在这么家里了，死掉我也无所谓啊。好了，音乐右边，右边好，我来了，小福你，右边右边，哎呦呦呦。有这么生气吗？好生气哦！直接丢你耶，丢木枪丢你啊！中间只有我还要丢木枪，不不不！小雨有捡到多的装吗？我都只有没有附魔的。好，我也都捡没附魔的。不用不用，这边很多没附魔的。对，这太多了。好多。哎，右边又来了，右边又来了，中间来了，右边又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还有一套吗？他妈卡卡的。是了是了是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个，哦，这宝山的，哦，好多体力啊，不对，一点不多。小玻璃，他怎么跳进来的、啊？这里，还有小宝山衣服，宝山衣服多一个。哎，左边那个战神，哇，左边左边，哇，音乐好忙啊。狐狸，我在你后面。狐狸，我在你后面。你补一下，你补一下。走，我们其实已经那个五千分了，再哎，看看还是对面主导被破坏了。对面的核心爆了。好猛的祭司嘞！核祭司你在哪？在里面，在里面。祭司在里面。在里面。压进去。哦，还两次啊，七千分，再杀两次就可以了。好。小狐狸身上好多钱啊！他挖很多核心，他是幸运小狐狸。来挖挖挖挖挖挖，继续挖！挖挖挖挖挖挖挖！有找到他们的那个吗？祭司躲在角角，躲在角角，躲在他们家里角角。右边你左边，冲进去！我右边你左边，看他们往哪边追！快点，他没食物了！哇，太多人！哪边？回来支援，支援，支援，支援！厉害！哇！等三十秒之后再来一波。好，小雨退了，小雨退了，小雨退了，先退。页面导是干嘛的、啊？可以页面垫脚石，垫脚石，垫脚石，垫脚石。回来，退回来。那先撤。家里左边核心没了。帮忙前面前线捡个装备，快，好多装备。吸了。啊，走，爆炸。在我附近，怎么还？哎，回来了。伤人吗？好像没有用。哎，宙斯，你盾之类的。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我塞装备了，超多装备捡回来啊！好，这里。啊，怎么这么多稿子、啊？那个大家准备转弹啊！转左边啊！哎，他们发光。他们没牛排。尽量打，打他们！发财，中毒！发财！是。我不管，我只要转蛋。右边要拆东西啊！我来杀打，然后拿金怎么这一直都是发财啊？我身上一堆铁。发财。我有剪刀，你跟我打。这也太饿了吧！饿到食物都没了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真的好想你。我都没有抽到神器。感谢我自己去定。我有忠诚的弓，你要不要用啊？哪个是抽忠诚的弓？自己买都有的。啊，不是大家都有。小狐狸，
我要去放核心了。左边还有一个没有放到。啊，剪刀挖那个核心块啊！老狐狸你好。嗯，可是挖几下就没了。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我有剪刀，我有剪刀。哎、欸，往上面跳台。嗯。好多人啊！狂点就对了。怎么那么多？有三个人哦。有一个神秘的剑士，等下可以用。技师要打架了，等等。红色歼灭者，不要跑！哎、欸，家里家里，家里 OK 吗？那只哦，走出去了。小狐狸，好了好了，撤退撤退。家里力量导核心，力量导核心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放了，我来放了。了好好。他们技师、欸、又没有，他们技师又可以打了，他们技师又可以打了。他们技师又可以打，怎么那个？